留来呢，马上对看。这个一位是属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廷，的苏州平台头的徐新玉，师兄妹合作上档。何志廷，你在那五十年代，他那个兄弟叫何培廷，弟兄上档呢，一拍当红，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源优质。徐新玉，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你呢，食量上口吃，唱量上实力。去推去，就越听就越迷的。现在就请欣赏《马生对看》。当一当把位置去向三小人，得是的龙庭镇。欲进府门，只可见一张条子：本府有马失机动儿一名，牛在速来。那么想我在马生对看做第五年。车厢屋头，我不是同儿；同儿屋头，路是那不得地的，当头容易，神功必到。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我一无亲二无亲，这必是候。那把和马子相夫高一让拉手，人不说得来，一头送的翁头是一位几个子和龙。不认出来，么在呢？啊，口杀你呀！我还没认出来，可上去只能用个不凶字眼子。哎，爸，爸是出去费事的，认出来了。可没人王进，大开头刚对刚的。清晨早起，哪个王八蛋在外旁边哭哭啼啼？嗯，也是一回我们出来个大块的中共家里桌子，您轰上能立起来，带我死了吧？不对，这是假的。他口气我不死，口气我就死。搞个那别句，别句不了，几时不句？来走，你口口里面装余两句三家嘛，啪啪家里倒进倒里背。我一上水房顶，站住！哎，不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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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地方，你坐下了吧？是。哎，还是一个小孩子。哎呀，小孩子啊，位置太高，起不了来个，不是一招。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你要好好的告诉我，我二太爷帮你的忙。嗯。谁拉得那个两三五连门带我们凭自家三寸不来之舌被位上当再看为此也进相府扣了秋香米拉带居地内吧许次嘛不公大人放屁、啊、哪个不叫我二太爷你叫我不服啊瞧不起我刚个见你帮帮不到你咋被自家人啊你呼吸中你他呀自由你怎么没喝水子嘛和二太爷听你讲吧
还有王哥哥哥叫啊，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十七上，那后来怎么样呢？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也糊涂的儿童的。我是新康明熙家贫苦，康宣呐、啊，是哦。为少爷给康熙，健康的康熙肉的熙，大人有道理。这康熙两个字，不得当人之气。谁知我家康熙，我问你爸爸妈妈怎么样了？那是因那后来呢？海太医，母亲患病对母亲。那么舅父怎么样呢？哎呀，海太医死了！混蛋！怎么二太医死了？我家母亲死了。你讲话嘎嘎的。是。什么时候死的？哪？啊、那么你舅妈呢？那去年在家问他想，年纪是他就高人，我觉得呢，那后来该怎么办呢？哎，我是不可奈何呀。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凡为佛道，受罪龙不落，上罪头轻，头轻不女，为受罪龙骨盖板，谁舍他龙鳞的受罪的薄肉，伤得起病相药，他特意我来个老师吧。好了，二太爷帮你的忙，给你两条钱，拿了围着送出去吧。我有慢慢余温。你亲的同的娘为得受罪，而为了你，为病儿太医内生不要。为什么不要？我为得骨瘦，上无披瓦，下无尘土，与你死在受罪嘛，为是死在绝伦的好孤儿不要。不要，不要，太少，太少了，太少还不要。我给你十两银子，拿了。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哎，这俺看起来个大块头了，良心太没狠，把我十两银子，把了别人家一个，把我别，哎呀，为病而退，内生一不言。为什么？像我便是白罗那样，我饥不能天，水不能地，
手吃野菜，空是两人怎么就来红吃苍蝇？用我花人生就一世，与你死在松水嘛，还是死在这里的好？你口中这块龙月地呀，不要死了该当。别管人家海公讲我不领文经，这一点不听的，都你银子一死在什么东西上？你说，这么要死，那么要死，你怎么样以来你又不死？你说，哎，徐老的那个在我二太爷，内生的心有美身对抗。原来你要到这来卖身，真是。哦，这个第二次帖子上有五人来问信，因为要识字的，你口举人还有机会不肯走。哦，那你识字不识字啊？不识字个高牛嘞，要是推也不推去，到底你想哪档子事讲的不来听听？像男生的仅仅是我几级家人，师父奋战曹操。我问你识字不识字，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你不懂，我乃识字的。识字就好了，识字就好。好，几岁了？今年24岁，说起来太大不在点。我说的是一地方，他是一在，他总是进不来看看。这样我乃是做着菜，跨十八。那十周年里面就是上八号盘出来。哦，就是几块是吧？是。相信。啊。你识字，年龄相当。是。哎，找一个亲戚朋友来，阿张可以做一个中保，耐心投考。啊是。龙子半年的神女也中班，哎呀，我为之母不中人班，你是不是哭错误了呀？哎呀呀，二太爷，这次龙庭军粮一向可的举目无亲，我后来中班。没有中班，那个不行。能非亲二太爷做一个中班吧？我跟你非亲非故啊！这倒不妨，只要是你够亲戚呀。我跟你认得亲，认什么亲啊？啊，你看认什么亲啊？我已经三年的亲，就有点这样没机会了。他跟我认亲，叫他叫我认爸爸。呵呵，他是我的儿子，不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他老婆，没他老婆哪来的儿子？叫他叫我声哥哥，我叫他声弟弟，没有这样的大哥哥，没有这样的小弟弟。有了，你姓康？姓康。那你爸爸也姓康了？东门他的当然姓康。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你咋不叫他来噻？是。跟我几百弟兄。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那个，你就是。那个亲啥子？我是你的孙儿，你是我的十栋大人。聪明，我们手指半家分手出来，不离手就手出来，还是这样讲。到到就我了，您手里立起来，孙子们，十栋大人，先生愿意的。别客气，别客气，客气，师傅。是，恐怕还没有吃点心啊。吃个脸。不要客气，你要省西路南河吃点心，吃不到点心。为这叫马死这大病，终于胜种之母，泡沫红肿。来来，请客。我那么上次不在，接下要落难，大病大肺。红肉哥哥，哎，你的妹子，都是师傅。你等一下，是，我禀明老乡爷再说，你放心吧。是是是。云拉叔人在哪里？马六吃了当当当当当当几个摩斯夫一个文娘呀，一个秋子丢出来。苏大人辛苦了。太师已怎样吩咐？向官家来进去，老子说哭进那个地马相温总，温总么西不成我功了。不行，怎样？老乡一说原来是要的，现在时间久了，不要买了。那么无解。哎呀，重要是孟大人帮忙的。别着急，我是老乡爷，外边来的不是敌人，是我的侄儿。
老乡一听啊就笑嘻嘻的，哎呀，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说，您老人家一说你的痣呢，我一定要买啊，哎，看在你老人家脸上我一定要买，就是看在我的脸上要叫你进去看。我老太红了，这东西是吧？哎，妹啊，这样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什么话？老乡也问你几岁啊，你该应17岁你就说17岁，18岁你就说18岁，你不要做了跨，你一跨老乡也放屁。哦，吃那个果子嘞。啊啊啊，是是是，玉老师对眼里来了。哎啊嗨，这小王八蛋架子不错啊，啊不错。林大人我是有规则，等一等，啪向门里打进来。红色金牙马个东人马不着呀，龙林镇地方谢呀，今在听见王进来刚才那个切当嘛，当面口口你在听见是您大子嘞，规则海里进来儿子知道老三爷传是来立当把我个张生人溜进来嘛，你和龙海中去做所有地方嘛铺场，你宋金所有上到下头了，回到方竹郎抬到真亮郎，你儿子顶住对三个秋子忙着我来了你兜里，你要是进去不出来了，好生当中吩咐这回不会太白了，谁观看不了努力一些啥金丝有后相貌啊，啥看个后相貌不超出一来马生，太师一谁的乃孙继太师一开起来都是太师再够一吧一拉一拉，可是来了就是莫不是要死谁都能够当为这样隆隆清上新人民罪新康民心哪里神识公诉敬你几岁了豆豆你急啥子林立婷啊别哭啊，可是你放心我们不是刚刚敬你18岁对王心妈妈没好个说不塞都没个做的事搞来啥子唱二唱叩十四岁当八哥啊你谦虚点啊你不管都比你像我当出来也讲向乃孙师傅本上草草无凭是困是广东我们那二十字那位当我是两个字嘛师傅本上草草无凭那倒不是我仅仅是我仅仅叫的我啥等样的我一人之下百万人之上，你自个可可以在上个刺激呢，最对芙蓉啊，别忙，他广，外头里你要风风吹过，你是些内南些灯广的，可是你大，我家里带个狐狸，带不出，任他的两三年里走路，既如如此，老夫遇上你。命你对公下令，能对会。这个对公不合理是必的。三个家平台有创作开辟，还是不必摧毁之力。请太师上上令。啥个做上令？谁弄来当这个刺剑来讽刺讽刺来挖苦挖苦来？听两是。欧阳上下绿影神用香我要得经过俺家人啊，谁是生命内谁可以够容易离着当空够得神一神只要真要不要他样受伤心里想哎呦说来个不是出吧女出吧他都会动你对
一无所有。正了危难之际，看见一棵美容美容杨柳树，他想摘了让下头有一滩树荫，奈何拨一拨抖一抖，不被太阳晒伤，相当于难得我得来马身头客，谁是拨得至树荫低落？你十行的痴情口出狂言，你还是不开。不对，应对不来，还明白？明白。哦，你当我弄不落了来的，不瞒你说，我也是政府让我吹响了来。那么名人不做儿子，那屋里里向也落地口风不来听听。刘家师什么屋里进来了？乃圣对是。哟，这是命的。嗯。待归中去，相迎门。好。阳上下里得归中去，我绿荫人里相迎门。你分明是来，不是慢慢就来的，是我红色做好这个名气，三姑娘桂花盛开，香气四溢，你门若是香迷了来投奔我的，对对，里向打马屁，听了叫顺意。好接着好啊，我说你到把我啥个意思呢？丹桂中秋相迎门，丹桂迎门谁不怕用上，此其三字叫中秋香，中秋声读读中，中秋香本来一来啊不来个，可中读秋香了来个，不得阴对不来啊，不得不过大毛嘞，他这样的机会你要多少身价？我从来不骂他个，不知市面上的高牛来要买买几个东西，一个文书人头了，文书金头不晓得。你想有这不知哪把你想出来？青太师够这么一够好，你们是够懂了讲够不够？时机将来。嗯，我落鬼子，哎，我也没这是一年。不是使用口口啊，给说好的，五两是五帮五钱，五两不可能，五钱不是个，五十的五百之间。啊，我要懂了解。龙鼎镇一般普普通通买个东西，八十两银子，面孔标志的一百两、十两个是一百五十两，能够带个玻璃一百两。这里这个两百五十两，我一个三百两行要四百两马里下来，五百两跟一跟。哎呀，是因为五百两分，这是龙鼎镇高地局收集的钱，合作合只要五十两，我为五百两要外出四百五。我今有为五十，不肯高的五百老口。不过口我个是安好，可是五十两文银。啥？这是五十两？不理妈妈，他拿得去。二十的五十两。银块分为五百两，为四五百两，为充四百呢。五十两的牛太紧，发句呀，发句。啊，那也对呀，太句呀，那么法子就这样。哎呀，老太师内生虽是分分不起嘛，于是心有悲。呀！你这么但是心里爱我呀？啊，位置吹下一个东西不挪，还心有个。一想不严谨，这个雷动了，但还补一补。你去刚不落，未必老太师。下内生乃是姊妹之身，哪里这五十两分银藏在身旁，一时浪费，倒不如存在相府的账房之中，择地取信，依着这样来取其之费，存在账房之中嘛，岂非是分文不取？我想都有听的呀，来啊，民众过去来带姊妹身。哎呦，发觉搿只两大半一小那个太远，怎啊？我来想，
啊，太诗意。嗯，这像美食风气嘛，能飞上内生自心了吧？一来中英讲，老中国想要谈得起，女人之间何分好两个字，先把我看一看。杨爽，来，这预备一些，带他仔细卖身啊。第五人过来，他的都准好一些，来吧，来吧，来吧。大宝是也努力气，来，是，你个毛门。老兄啊，来弟啊，这个我气啥子不气？别气喂！现在不是来个你要来个美羊？姐，你莫嘛，你上得太灵活些嘛个？是，莫吧，你家师傅莫你滴多滴多啦，三样门的一搞么神就叫你莫别紧嘴不紧吃八嘴的莫吧。说这个没得，我还顶两路上。嘿，你太灵活些呀，来呀来呀！我莫这么莫这么莫这么，我想起那个咋个？你要用人，我话用人，不话说是那吃好不？他再累不想累得一点啊，哥哥。啊爹地方的与你打去打去不是真的带我自己来谋吧大哥来了是来这边风再问弄一下来大哥这个意思也能够背下摸的吧不是我摸了那谁有不是我背下我摸了拉起别来两大步就两大步呀下次一龙战说到红色水里面来了晓得个两个是不特别何文浩们释放中国好你一个人冷眼睛细细叫欣赏一下来自两根手手带上的一根好一号要动不动写个写花花的个的真卡还有侧体还有主体还有学历比松体保卫那么子还有你来下的啥名堂你哈你欺人康熙死样中包王经为人父母丧亡夫以无告对亲梦女梦女去世举娘在家军高你妈小郎写用着用着呀对亲不女又是为主受罪在罪路上与十四不让一个男妓都三口一头好字一双买一双好一买一个你为人啥个名堂像是得问的哈今天亮呢有人妒忌巧女宋王进一零进门济公相以当面施工代理三名一名身家人子欧水阳城在张浪之中照地汽车艺术将来都有之费客定作家谁是要拿去拿在拿不成马玉子听命改名师傅唐玉白衣主也可以擦笑改造绝无有意那个人还擦笑啊那擦笑啊这个放弃了个呀哈所以送上去啊美丽登人国务天命当天让个去擦笑啊那个人难送上去啊马生之人并非的是自自生生可乐众生假如高楼受罪夫大名人常规为谁当然举动于是不惜谁大王同你家中居日听你一日不惜谁有肉无自己身对对起对起对但是世上通手的啊这渣男还是马什么气呀显得铺那位马特身体下不成哎呀总心想我呼吸一个人永不得总心想来了你办着当不好不当的了他是这个居民张体是你语犯失职马上立刻接受倾听我答上那后来怎么样呢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见个名字也无特地儿童的我是心看明星家康宣呐、啊，是哦。为啥也给康熙？健康的康熙这个是大英语代理。这康熙两个字不得当人之气，
才子，我讲康熙。我问你爸爸妈妈怎么样了？那是你那后来呢？海佩玉，母亲把皮领对母去。啊，那么舅父怎么样呢？哎呀，海佩玉死了！混蛋！怎么我儿他也死了？我家母亲死了。你讲话嘎嘎的。是。什么时候死的？那。去岁次去再生哎呀那么你舅妈呢那去年在家万他我娘就是他就不告人我觉得呢那后来该怎么办呢哎我是奉靠来的呀、嗯、口里我对亲人不女为斗命因为要识字的，你科举人员的机会不肯走。哦，那你识字不识字啊？不识这个高女嘞，要是推来不推去，到底像罗当的事讲的不来听听。像男生的，仅仅是我几级家人，师父奋战，曹操，呜。我问你识字不识字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哦、你不懂我乃识字的识字就好了识字就好了好几岁了今年二十岁说起来特大五岁第二我说的是一地方特是一岁还总是记不来看看哎呀这样我乃是做着七跨十八那十周年里面就是当八号盘出来哦做着七跨十八是下次你识字年龄相当是啊找一个亲戚朋友来阿让可以做一个中保耐心投考啊是龙子半夜的神女也中吧哎呀我为之母不中人吧你是不是哭错了呀哎呀呀很配你再次龙的这样一向可得举目无亲母后来中保没有中保那个不行不行能非亲很配你做一个中保吧我跟你非亲非故啊这倒不妨这也是你够亲戚呀、啊、我跟你认个亲是认什么亲啊啊你开什么亲啊我已经先认个亲就有点这样没机会了他跟我认亲、哎、叫他叫我认爸爸他是我的儿子不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他老婆没他老婆哪来的儿子叫他叫我声哥哥我叫他声弟弟没有这样的大哥哥没有这样的小弟弟有了你姓康姓康那你爸爸也姓康了都问他的当初姓康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没得不接待了是跟我几百弟兄、啊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那个你就是我那不听啥子我是你的事你是我的手法聪明我手指不人家分手出来不理手就手出来还是这样这样到时候就我了您是立立起来是怎么手大人徐亮几岁家嘛爸爸家里大人到你背我一上去你放心站住了哎不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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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老地方你坐下了吧？是。哎，还是一个小孩子。哎呀，小孩子啊，位置太高级不了来的，不是一种。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你要好好的告诉我，我二太爷帮你的忙。嗯，谁拉得那个两三五连门带我们凭自家三寸不来之舌，卑微上当。怎看为子也进相府扣了秋香米了抬举地内吧。如此嘛，不如大人。放屁、嗯、哪个不叫我二太爷？你叫伯父啊？瞧不起我？刚个叫你伯伯不当你长辈自家人啊，你估计这你他呀地我你怎么没喝水子嘛很太爷。嗯，太爷你讲吧。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围炉里这食菜大侠，二太你快快放水，我还是对我思念好吧。坐坐坐下，不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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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不大，宋罪龙不落，上罪头轻，头轻不严，为宋罪龙骨盖大，谁杀他龙鳞的宿罪的不如，上得起兵相要，他得意，我来个老师吧。好了，二太爷帮你的忙，啊、给你两条钱。拿了围着苏州去吧。我有慢慢语问，你七个同的娘围在苏州，而围对的围被二太爷内生不要。为什么不要？我围到姑苏上不披瓦下不衬托，与你死在苏州嘛，为是死在这日的好孤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太少，他说不，他说还不要。我给你十两银子，拿了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哎，这俺看起来个大亏的了，良心太没狠，不我十两银子，不了不你们搞一个，不我别。哎呀，为病而开，内生一不言。为什么？像我们是白鹿那样，我饥不能天，睡不能地。手吃野菜，空吃两人怎么就来后吃苍蝇？永无花人生就一死，与的死在松水嘛，还是死在这里的好？你口中这块龙月的呀，不要死了给他了。别管人家海公刚好不灵本，今这一地不退的，得命银子也实在舍不得的。你说，这么要死，那么要死你？怎么样？你来，你又不死，你说？哎，谁拉的那个塞？我二太爷，内生的心有满身对
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真是。哦，这个第二次帖子上有五人来问信。李下来呢，马上对看。这个一位是属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廷，在苏州平台头的徐新玉，师兄妹合作商贩。何志廷，你在那五十年代，他那个兄弟叫何培廷，弟兄商贩呢一派当红，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源有证。徐新玉，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你呢吃两三口钱，唱两三十年。去推却就越听越愚迷的，以前就听信上马生对看。当一堂把位置去向三十二人但是你龙庭镇越进府门，这科技一张第二字半府有马失激动而一名扭债说来，那么想用这马生对看做第五年车厢屋头，我不是同儿，同儿屋头，楼梯上爬到地上，办得容易，神功必到。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我一无亲二无亲，这必于时候。那把和马子相夫高一上拉手，人们说得来，一路送的翁头是一位旗杆子和龙。不认出来，没在呢。口啥你呀、啊？我还没认出来，看上去只能用个把凶字眼子。哎，爸，爸是吃亏，饭是吃亏。认出来了，客门人王进，杜开头，刚才讲的。勤恳早起，那个王八蛋在外旁边哭哭啼啼。嗯，也是一回我们出来个头盔的中共家你做子，您轰上能立起来，带我死了吧？不对，这是假的。这科技我不是，科技我就是。搞个那非要举，非要举不了，记事不举。来走，你扣里面装鱼。